你们三个人赶紧就买葡萄回来呀、啊！这才50斤，等下酿葡萄酒给你喝。我给你领着吧。今天两斤的这么多，还得今天多晾着的。嗯，这葡萄甜。这么多的葡萄还是一个大工程，给我妈妈喂一整天了。等下你打电话给俺丈母娘，问她喝不喝，喝多少没多晾晾，给她送过去。行，自家晾的嘛，真材实料，还有好。嗯，是的，都给半夜摸个小酒鬼喝的，是不是？我还得多晾那个。晨曦之前每天晚上一杯，每天晚上一杯。有的时候睡不着觉，来一杯就能睡着了。哎呀，你叫两个吃饭的，我还拿一个那样花呢，你这给你吃完了。你叫俺爸不怕喝葡萄酒，要是喝葡萄酒的话，这都不够他喝一个月。哇，满满一大盆。天哪，我脖子都疼。歇息一会。我去，这一盆确实有点重。来盆水，先给他冲洗几遍。看看这水多脏，所以一定要洗干净。再给它洗一遍，把这种裂的全部给它挑出来。哎呦，感觉你应该做个女的，干活那么细。这个要不做细一点的话，一有水分就功败垂成，整个一坛酒都不能喝。所以说还要仔细一点。最后一遍加点盐洗。外面的雨下大喽，我看这些葡萄等一下怎么晾干，给咱捞出来沥干。家里面所有的漏网都用上了。约，你老大人找你。真假？那。喂，爸，做葡萄酒给你喝，下次再给你尝尝。姐，我尝尝你什么手艺。行。哪个诺言呢？诺言上学了。等下午自己接待，中午不带是吧？这个礼拜天去啊？这个礼拜去不去啊？下个礼拜天吧。下个礼拜天可能去呢，行不行？下个礼拜，上次说下个礼拜。我有时间我就去。长时间没看到外头，那急了，急了，想弄的烟了。嗯，干嘛呢？我今天弄个带来吧。好，诺言想回去玩啊。行啊，这个女婿一点都不客气哈，你给什么要什么。葡萄都吹干了，可以弄了。我把两个罐子拿过来，看这个。哎呀，赶紧捏吧，直接给它捏碎了。这玩意解压哦。哇，你来找好玩。弄到爷爷喜欢玩哦。等他俩回来了，俺都弄好了。给它内塞，给它发酵半个月，等到再给它过滤出来，就行了哈。啊、喝酒可能是遗传，俺家没有一个能喝酒的。哎，随便喝酒就吹泥嘛。遗传俺老丈人。吹泥能喝俺家一大家子，酿的葡萄酒80%都到吹泥肚子里去了。像你们都不能喝的，练练。练练。等到晚上面，然后葡萄酒俺俩也一杯，行，喝完就睡觉。去年酿的葡萄酒浓度像大的，喝一小杯又头就有点晕。就你那小酒量，啤酒都喝不了一瓶的人，你还喝葡萄酒的，是不是？是的呢。多练练。这关你老大不会喝酒。有人喝酒都是陪啊，是不是？能陪了的吧？嗯，那就是基本上是有点遗传啊，嗯，有点天赋可能。俺家那边也不会喝酒。是。汤不要忘了。哦，马上捏完了。哦。一斤葡萄放多少酒啊？不，一斤葡萄放多少糖？十斤葡萄放二斤糖。好。自己下白糖，白糖直接倒里面。冰糖也倒里面去。给它搅拌均匀。我们的罐子装的比较满的，经常给它放满气哈。行。大功告成，招一两的给它放着，发酵半个月就行了。